师兄八八九六，今天过后，湛江老机场将班次至湛江吴帅机场，也是湛江老机场最后一个航班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已经抵达湛江机场，这里是一个四季如春的海滨之城，希望您在湛江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我们下次旅途再见。机场正式关闭。拜。